这个是一个网红推荐款 QIC 的这款双头睫毛膏，这个是双头的，一支睫毛膏两用的，一头和二头的，嗯，可好可好用了，拉的可长了。这个一层，问题是它就是你咋拉都不苍蝇腿，它这个是一个刷吧，还有一个刷，看到吗？两个刷，双刷头的。它这个呢，第二个刷头呢，很多咱们通常用的那个，咱们通常用的那个睫毛膏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有的时候一拉，可能说那个膏体全都出来了，叭一整，哎呀妈，在这块这样式，有没有这种感觉的？敏来这样，敏来敏去的这种，然后一涂涂的就呼的一绺的就苍蝇腿了。那么这一款就是你咋涂，你怎么薅它都不会说。它是从第二个过滤到第一个上面的，所以它一拔出来这个款都是成丝的，你怎么画它都是一根一根的，它不会说苍蝇腿的，知道吧？非常非常的就自然啊，一点都不带苍蝇腿的。送福利是行啊，100单啊，100单咱说好了啊。